好啊。我后面啊。这鱼啊吼。这鱼啊真正现捞啊，遐都无饲啊，你平大台当个头壳剁掉，头剁掉落去蒸好食。一六六只来，七七只来，八只，七十八来，五十块。原来是无人爱，原来大家爱上十五张。好来，我提来，这二来四来，这六八号来，这八八号来，这十八再来五十块。这二来四来，这六只八只，这十只再五十块。这白的换这白的好啊。这个五十块好无？来，我变一个。这鱼仔整只飘飘啊，足鲜啊，现捞的哦，正现捞的哦。这六八号来，这八八来，这十八到五十块。鱼仔足水的，一尾要到买五块。十八号来，来八八号来，来十八过来五十块来。换人啊，只是老师傅今天来吃也可以。过五十五号，一四六八，进来哦，这是头家，无伫咧这咧卖哦，这个头家无要卖五十的哦。过五十块无？一盘过五十块无？一盘过五十块无？我细汉搁忙一代，五十块买着无？啊！啊，无我多，这个鱼啊，抓着爱起来啊！就啊，你讲伊搁放落嘛死。我放了嘛死啊，所以就加减多点比较优质尔，鱼啊都对。啊，这鱼啊吼，贵的时阵吼，你贵的时阵要共买，我讲真正，像这种一只二三十块嘞，这白蛋你若少就是足贵的啊。这六块八块来，来我最后问一下，这十块来，够十块来。今天有点尽量好好过。十只，够五十块好无？无人卖，够五十好无？来，无人还要先帮手啊！啊，这先甲帮手。这尾鱼啊吼，这甲这骨只重的吼，啊，纯只这甲细只。这个哦，你若要食，这同款无刺。再吼，这两只咱拄只七两半的，这半鱼啊，纯只我甲油太条，食起拢同款拢无安怎？这半转来哦吼，买当个豆豆啊煎同款哈，这鱼啊拢同款鲜啊，卖五十、四十免啊，三十转来，这食起拢同款啊，这搁较细只。买这个真好吃，所以搁买来无？三十块对不来？这边面条这换钱，你要吃啥呀？吼！啊，无你要吃啥？你想要吃啥？你想要吃啥？我已经问三遍啦。上摆今仔日卖完啊嘞，今仔日了，即摆才来，甲你推荐即外包，即个足够，带你买。即摆即个现捞的，即摆即个你啥的？即摆即个现捞的。你若即阵才来才看到，有想要买，即外包即个值得推荐你买。我即摆今仔日卖到即摆一摆卖无十块银啦。啊！但是有人要买这花生，这肉质啊正的，现捞爱酥盐的，有无？有想要吃肉质啊无？这到底嘛现捞的，这当然免排哦，直接穿烫落去啊，大部拢用穿烫的，烫一下，搁抹沙米蒜头豆就好啊。我最后剩无真多，剩偌济？三百五，五只来哦，到三百斤，到三百斤，够无？三百五啊，够真正，这够无？真正了嘛？哦，真正无啊，无啦，这有卖无卖，这就会输。我了解这物件偌济，即摆货量啊三十个，唔代表啥啊。我先讲者，完全无啊，无大只。啊，这种甲这种食法都无同啊。我这外人就转来，你要用炒，这用炒。啊，这种啊大部分做凉拌的，这你要掺料，我甲侬小姐，这几只沙沙炖一盘起来，敢若一盘起来，安尼捞百五块面。哦，无几只，阮阿三米这贵啊，这物件本来无俗啊，咱卖啰嗦。我先甲你讲者，因为物件存在尔，过一盘了。来，有够新鲜的啦！我无讲笑哦，小姐，你注意甲看，小姐，这盘鱼啊，目前才超过一斤重，这菜只要共买哦，只要外口你卖130-150行情吼，来注意看，我加收到你来，来一百块要收啊吼，真正无啊，我讲过啊，后壁佫摕出来卖，拢免钱，拢倒掉，后壁迄拢无啊，这单无共的，小姐，这头斤半重着，一百块了，来要吃佫一遍来，吼，拢无啊，机会不再有啊，无就无啊，无就无啊，足大包的哦。这十年吼，会使煮两片咯，会使煮三片咯，来100块来，今仔卖袂掉多啊，来搁100块来，来搁100块来，来搁100块好无？来100块，有人来无？来，后边帅哥来，来小心来，吃吃吃，来搁100块好无？哎呀，你阿妈。
不是吗？买只跟前。对啊，春节尔那么大吼。叫咱卖花一百，只花九十，歹听，安尼啦，最后一个人过来，有人来举手哦，来八十就，通通八十块，通通八十块，没有了，来，我拄只甲你放过啊，恁有即摆换来，小姐想要买卖即个无？有想要买卖即个无？还是想要食香鱼的？你要香鱼，我加减卖你了无？你要食爱食香鱼无？这香鱼用汤的好吃啦，这餐厅行一只像这种的吼，差不多一个八十、九十、一百块的香鱼，要食香鱼无？香鱼时间无早，我招一个人客，有想要食香鱼的，一个人客，我看一个举手一个有无？有想要食香鱼的有无？我多一个想要吃无？我问我多一个想要吃，举手一个。无能，小姐，我无爱共白，阮遮哩买香鱼拢大部分拢食肉尔吼，咱讲真正，即摆香鱼若有能，差不多伊的行情较加贵三倍。我做一个比如小姐，我卖你一瓶一只五十，有两个头一百五。哎，啊，这无能，我无爱共白，咱食肉就好啊，因为能嘛无真大片。有人要食香鱼的嘛？我问一摆，我吼唔是头家，所以我也袂较俗的。头家第一唔敢讲啥，一百就好，咱买我两百，一百就好，有无？我食饱哦，做一台。我甲咱问，我有人要吃，拢无人敢举手哦。有哦，恁想要吃香鱼吗？有无？来，后边的帅哥哦，来举手，迄个做一台，这是我先送的三只，看哪里就好啊哦。我第一讲话讲一部分，无人要插我，帅哥这三只先送你。啊，你等下买，再用买，后一届再用买哦，这三只先送你。我搁问一届，有人要搁吃香鱼，搁举手一个。这个小弟搁敢赢，你足好大胆。来，这个搁送两只。来，这阵啊我。免阁讲啊吼，即阵啊来，我先甲你讲者哦。即阵啊来买香鱼，我用钱买哦。即只香鱼行情正常，目前外口行情一只头偌济，差不多伫四十块、五十块啦。即个香鱼今仔只远洋的，伊只哦，伊只台哦，伊只台哦，伊只饲起来哦，就甲你急速冷冻啊。所以一只哦，甲你落一个落啊。即个落啊落啊落，即个落啊有一个好处啊，咱等下无煮啦哈。你即摆甲放咧冰箱冷冻，搁甲变起来。比较好保存啊，伊哦，甲你菜市买无煮哦，迄无共款哦，迄你冻冻容易破，只冻袂破。你也不要乱交哦。你若买有一盘香鱼，若买有一百块就对了。你看回来，我加五十给你买哦。你买一百，我加五十，我百五，我给你买倒回来。这两只、三只，外国行情差不多要百二啦。我先问五个人客，好，拄着客人就好啦吼。这一只、两只、这三只，我先讲一下哦，这是头家无伫咧家咧卖哦，我唔是头家哦，这头家咧卖，头家上少两百块就卖你啊。上少两百块才卖你啊！头家走去啊！头家走去啊！头家即摆在后边咧吃目屎，我大个咧，我也卖落去咯。头家咧吃目屎，你四只啦吼，一人四只，就是安尼啦，四只嘛足歹算个啦。我做一届，我招一个人客，一两三是安尼五个嘛真歹算。我先问一个，买一百五一个，较勇敢加酒者，我袂亏待你。我绝对无甲你开玩笑，一个菜市买才一百，叫做行情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这外几位你甲我讲？八个。八个吼，恁两个拢有，一人搁送一只来。来，这只来，这只拄我送你啊，行嘛来。这两只送你来。两只有用多。两只要用多啊，恁来安尼啊，当然咱可以讲话的哦。来，无讲当笑的哦，这下再卖两百的哦，一百条。来，我再问一个来，要食啥？你买我吞到买八袋，这八袋啥？搁一百块好无？这二来，这四来，这六只来，这鱼仔上要比肉质量上，这七八，鱼仔规只肥落去烘最好吃啦。八尾虾，无能，我拄只才冻过啊，我无爱共平食啊，才食肉。你若有两个斤包，差不多要三百，我拄只冻过啊，嘿，咱无需要甲恁骗，食肉就好啊。来过啊，倒一道哇，是，问一下清楚，啊，我无爱共平。啊，不我无。这最后一个人客，后边迄个帅哥，剩迄个帅哥了，我唔知你要吃无？来，这盘搁最后一个人客，我先甲你问一下，有人敢加买无？这盘照一百卖了，我袂亏待你，有人敢加买无？
无人敢甲买，无人敢甲买。无人敢甲买，安尼啦，即摆我问一个问题啦，对无人莫讲对啦吼，我即摆问这个问题啦吼，若有达到这个目标，咱都要含袂了，在场有买超过五百吼，有买超过五百块以下无，买超过五百的，拢无，我系讲实话，买四百块有无？有倒一个买四百以下无？嘛拢无，你买偌济？你敢买五百？你买四百还是有啊？现在我甲你讲吼，即摆目前吼，你上优待吼，我先问你一下，即段转来搁五十好无？好不好？哦，来，给包起来。我常常卖伊一下，我搁甲你问一届，我想要甲这包包仔来卖出，这包仔吼，是我常常咧食鱼仔，上爱食、上爱食的一种鱼仔。这条鱼仔今日咧食，明日食食，后日食食袂鲜。这包仔现捞的包仔最好吃。恁在场有想要食包仔有无？真正现捞的哦，真正的哦。这包子啦，我甲你煮抓菜煮抓，这包子啦第一点现捞的。这包子啦菜啥哩买吼，上主要重点你注意听我讲，爱会记你咸的较正着啊。这包子啦若咸的吼，伊咧煎有当时啊较死咸，咱这包子啦是现捞的，所谓现捞的代表这完全正的，歹的捏起来无经过冷冻。这条鱼仔吼，算拄啊好，价钱我甲你讲下，毋是无较大只啦，但是一只包子啦八十到十一百块的真济。一斤肉只啊三四百块，肉只啊足济足济足济，你菜只啊别大家买者，买一百块就好哈。我讲的是真正，这个肉只啊我一顿哦，开一个人哦，三尾开一个三尾我就整起啦，现捞的哦，现捞来的哦，这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这透早哦，咱阿咧三尾卖五十啦。有啊。我招三四个人去啦。六八啊，现捞啊，正现捞啊！我甲你讲，一届正爱收盐的哦。六八我到早就卖一百，我招两个人去卖一百块，上尾来我算足俗的。你唔免烦恼啦，帅哥来哦，后边的帅哥先来哦，真正哦。一百条，咱十二尾啦吼，下尾条肉只啊过来。这肉只啊，甲你正现捞啊，五肉只啊，这菜车咧卖，我甲你用一百块卖超八五六只啦。这六尾伤济啊啦，这八尾乌二啦，这十尾乌二啦，十二尾肉只啊，搁一百块啦，要多买，足好食的。这肉只啊，你敢食会鲜？这条鱼啊，甲鲈鱼无同，搁一丝仔拢。你等等，你等等来。这个肉只啊，甲鲈鱼无同啦。这鲈鱼哦，有当时啊，吹落你食袂完啦。肉只啊，一顿一个三尾，你就整起啦。这八尾乌来，十尾乌来，十二尾一百块来。十二尾呢？有当时啊，冷冻的才卖一百块，卖十尾尔。来，你手长啊长的吼，给它拍细嘿。今仔日现捞啊，卖十二只啦，四只、六只、八只、十只，这十二尾来。这等等来着，这四只、六只、八只，这十尾来，十二尾来，肉只啊，搁一百块。这四只。五只、六只、八只，这十八来，这一百块、十二块够无？这伊阿哩坐，感觉好，真的好吃。我唔甲你讲，我办法讲，我蛮会跳舞啊。对，那你袂少，你阿能健身身。这四只、六只、这八尾后来，这十尾后来，搁一百块，有啥买无着的无？这四只后来，这六只后来，这八尾、十尾后来，来我再问一届，搁一百块银。老哥，搁才十个嘛。小姐，你搁加买一百哦，这才搁送你啦吼。这鱼仔吼，真正的，这鱼仔菜市你找无这个价钱啦。这六尾来，这八尾来，十尾来，来搁一百块，十二尾还有无？啊，搁有人来无？十二条，百只啊，十二只，啊，这个才来的，十二尾哦，一百块。无要手干要换行啊，你看时间。多一个提无到的无？鲑鱼哦，好，小姐你等一下哦。来来来，这六尾八尾来，这十尾来，这十二尾肉只啊搁一百块，要来话声，好无？最后一遍，讲话算话，讲话不啰嗦，把话讲清楚，把话讲清楚。这盘你若要有一百，我加五十，我把百五我给你买倒回来，十二尾肉只啊一百，拢买着啊。拢买着啊，拢买好啊吼，拢买好啊吼，拢买好啊吼，拢好啊，真正好啊。
莫甲人啰里啰嗦，大家知影我的个性，恁两个有咧听无？较认真的较注意听者。后壁我即个我剩头两三个尔，我招一个人去。恁厝的人有足大口罩，大口罩，大口罩，厝的足侪人开工厂的，厝的请足足的人，一顿爱煮足侪饭，啊，食足侪鱼啊，有无？这最后这盘肉，这个现捞的哦，这盘真正现捞的拢共的哦。我最后要招一个人去，好无？这盘哦，若透早要卖就对，一百块来卖六只，这盘卖就差不多伫个六百、七百，卖讲六百，卖讲七百，这肉这个等下你家己算啦吼。这鱼啊，规只拢请啊，拢现捞就对啦，最后一盘就对啦。我招一个五百免。四百才歹听，一句对哦，三百。我到他们结束啊，我知道他们结束几点。电脑哎，出来开工厂哎。我这个门牌三百块，你买一份去啊？吼，你买两百，我跟你讲，别人若无，我哪无买，我跟你问一届，只要你才有两百五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侬过来。我甲你介绍者，即块鲑鱼符是我即摆咧卖这只乌白臭蛋的，甲即种鲑鱼食起来完全无同。我问一个重点，对袂对？我搁送你两块肉即来互你，即块鲑鱼舌来原料安尼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肉皮起来啊！啊，送鲑鱼话，大家嘛知影肉皮起来，我是讲为什么肉要皮起来啦？骗啊！来，倒一个话，食什么饭呢？这把这个跟拄只个同个猫啊，只能要送伊来。啊，若免送隔壁伊咧，免送伊咧，我免只能叫送伊，这拢猫啊，足好食哦。这啊哪会？这无头的啦。这有头的啊，这卖贵尔，一百块十二只，大家拢个买着。你若买，我叫伊包一百块，你才花贵尔，你敢买？你问隔壁先问个拄只个花完去尔。这只就是因为伊有沙西米起来，伊本身是现捞的，伊食起来甲这种冷冻的吃起来口感无同。你等下吼，用煮米苏汤咧最好吃啊！咧煮米苏汤爱毒，我甲你讲，你水甲看，唔免用菜刀毒，安尼阿姐好。这内底有骨髓，阿姐你莫笑，阿伯我甲你讲，有诶小姐袂晓剁皮啊，你小看阿姐，你要用剪刀剪一下就好啊。骨头边这个肉搁足侪肉，这个肉食起来中嫩诶。啊，你若下下仔要因为咱即阵仔来无早，要卖足俗诶。阿伯，不好意思啦，你来头前，我把后边再扛过来，等不到哦，我听下是那个是饮料的盖子。哦，也是。你俩哦，请帮我背来了。不是。我当然敢背来。来啊，阿伯啊，你过来开始哦。咱讲的省话就对啊，咱讲的省话就对啊。这鱼架要剁起来，敢那这边剁起来，这边差不多一百块银啦。因为我咧赶时间，大家知影吼，我讲白吼，这鱼也毋是我的，这头家的后壁头家了后壁吼，我甲斗卖卖咧，这两支你若买，我免饲三米，啊，咱一句话咱卖啰嗦啦，足水的哦，现捞的哦，我招一个来客尔吼，买当个煮米粥汤，啊，咧煎粥好食的哦，一百对，我过来，啊，我对来，收来。这三支你若买有一百，我加一百给你买，正现捞的哦，现捞的哦，三斤买五斤，当少买的，这不只是两百，你再好。当少买偌济？两百。阿伯啊，你有咧洗菜时啊？这话唔知啊，我甲你讲，你买一百哦，啊，再搁一个啊，无啊，当少买就两百，你这，这细支。无啊，再搁一个，再换起啊，这我挂布卡无？一百块啦，三支啦。有车哦，只有三十吧。要从这两支来，七十块你卖无？只有啊，三十块。啊，你就安好。你卖无？无别人咧卖。你也惊讲无别人歹势。啊 ，OK。中间要处理啦。啊，米索，你着吼，米索料传好，到时鸡哦切得较细块，刀细块，蛋哦，滚者就好，就好食。你滚啊滚，滚啊滚。店里就无好食，来小心了、哦、谢谢你。我找包我买来做，你唔是比较舒服。咱啊有机会无假买，把大家问者，这一斤蚵仔即卖贵到百七百咧卖啦，一包蚵仔包赶快来煎一下吼，哦，人生生的好食啊，这一包蚵仔吼，拢了头三就好咧卖啦。一包啊，完全卖啊，我讲咧卖即卖百五百人，咱讲的一句话哦，三个人卖我完全只不止卖了，啊，你简单处理就好。